嗨，大家好，我是尴尬系女孩的伊丽塔，坚持不了的尴尬，我再多习惯一次，再给我一次机会。嗨，大家好，我是尴尬系女孩伊丽塔。上一次的 vlog 呢，刚好经过一间新加坡的超市，那因为我平常我很少吃超市的东西，所以基本上我不太会踏进去超市。但是呢，就在上次的因缘际会下，我踏进了超市，买了一瓶饮料，然后我就发现，天哪，这间超市也太厉害了吧！它里面有蛮多我蛮喜欢的东西，然后所以我今天就趁着放假休假，我要去我们家附近，因为我们家附近刚好有那间超市，然后去那间超市里面买我想要吃的东西，把我想吃的东西全部都买回家，回家开箱。因为新加坡没有 Family Mart， 它只有就是 Seven Eleven， 然后跟这间超市，等一下我要去的超市叫 Cheers，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比较小心一点的超市这样子。这间超市在加油站旁边，这是加油站。Sorry， 大件，外面摆着满满的东西。结果进去之后，我觉得天哪，新加坡便利商店也太好逛了吧！完全就是真卡手，呜呜，已经来了这么久了，都还不知道说新加坡便利商店这么好逛，而且它真的有很多我觉得很特别的饼干，然后还有这个完美饮料，这完美饮料看起来很厉害耶！不是我还讲，然后这个我跟你讲，这我不是有不知道在干嘛，就是一个很恶心的东西。这我室友真的很无聊，他们说是拿来吓人的，但是它是一个很 rock 的样子。跟你讲，真的看起来蛮超多网美系饮料，提拉米苏。它的食物的真空包装做的超级好哎，然后这是蛋糕，就是我那天看到那个蛋糕，我真的觉得它看起来很厉害。这个蛋糕的牌子呢，就是在新加坡也是蛮有名的。然后它其实它当下还有一些咸派那些，但我今天就是先挑它的蛋糕。如果说我真的吃，我真的觉得不错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再来开箱第二次，因为还有一些遗珠的那些饼干，我是觉得看起来蛮好吃的。但我真的不要浪费食物，虽然我们家有很多室友在等着我，可以喂食他们。这完全就是完美饮料啊，它包装超级漂亮又可爱的，这种完美饮料拿到我就是要先拍个照。吃红茶，我觉得这个饮料非常非常的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就是有什么玫瑰茶、玫瑰奶茶，然后荔枝茶这种饮料，在台湾比较少会见得到。我要开了哦，好香哦，有少女的味道。哎，它很，我觉得不错哎，我觉得它很好喝哎，它真的是荔枝红茶哎。闻的时候有玫瑰味啦，喝起来是没什么太大玫瑰味，喝起来的时候就像荔枝红茶，真的很好喝哎。对饮料的话，满分五分，我给它四分，它真的还不错。可是可能对有些男生来说，他会觉得有点甜，因为毕竟它是荔枝口味的，真的很不错，好喝、好看又好拍。当然，那我先要看一个什么肉干味，今天先从它点起来。哦，也太好撕下来，它叫新年版。其实的洋芋片饼干，洋芋片饼干就是要这样子，如果超过四分之一，它就不叫洋芋片饼干。嗯，这是什么奇怪的感觉？它就是洋芋片，可是吃起来又有肉干味。在说废话吗？它比较像有点就是吃久了比较像有点像是那种炭烧味的那种感觉。但是它就是介于那种 BBQ 味道，很浓的 BBQ 味道跟没有很浓 BBQ 味道之间，所以满分如果五分的话，这个零食我给它两分，不难吃，可是就是这样。其实这是我最期待饼干的，我决定我下一次要去买它另外一个口味，然后看起来是很好吃，只是它看起来绿绿的，我有点害怕。当当。多利多汁，它看起来高级耶，它
里面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它是那个饼干的包装，然后再加上那个酱，可以退场了，谢谢。哇，它是这样子哎，哇，我觉得这个等一下我就把它吃完了。哦，我有不祥的预感，它看起来很像多利多汁，拜托不要，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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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多利多汁很硬很干，我个人的胃口，多利多汁粉不要碰我，拜托，这是我个人的胃口，我就是很难搞，我就是觉得这种太硬的饼干不行，不喜欢。可是它满满的啦，算满，它就真的不是洋芋片饼干，因为它最少超，它大概一半左右，它真的不是洋芋片饼干，因为它超过十分之一。它两个哎，我天哪！这我除了吃饼干，这我可以拿来沾别的东西啦，对不对？蛮猛一下的，吓死我！我觉得这等一下我就可以把它吃完，来边剪片。Oh my god！ 我刚刚有看错吗？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噔噔噔噔噔。Wow！大家有去电影院，应该是 GV Golden Village。GV 它的那个爆米花套餐，它有一样是加薯片，就是洋芋片，然后加那个热腾腾的 cheese 酱，哇，那个真的超好吃的。我后来吃过一次之后，整个大爱上。应该是 GV 啦，因为我有点久没看电影了。我下次有机会我去拍给大家看。三，哇，我觉得 cheese 酱很猛哎。啊，它就是多利多汁啦，原味的，很原味的多利多汁。我拿刚刚的肉干，会变成起司肉干，肉干薯片试试看。嗯，很母汤。哦，这什么错综复杂的味道啊！这些饼干我给3.5分，但是我个人啊，因为饼干的部分我个人没有很喜欢，虽然它是好吃的，可是因为我前面说过了。我不喜欢那么硬的饼干，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太硬了。如果它是一般那种乐事的那种饼干，然后再加上这个好多，我就完美。这次我今天选的是咖啡花生蛋糕。哇，其实我刚才切的时候拿这么远的时候，我就闻到那个花生那个浓浓的味道。花生的味道很香，吃起来其实不太甜，但是。它面包体没有像台湾那种面包这么的软，也没有像我想象中这么的软啊。但是其实它对新加坡面包来说的话，新加坡蛋糕来讲的话，它其实算已经还不错了。但就这样，我讲不出来了，完蛋！我觉得我还是不适合吃甜食，我还是乖乖的吃我的咸食吧，跟我的零食吧。这蛋糕的话，我给它1.5分。谢谢我们的蛋糕。食物的东西就是很怎么讲，很主观的东西。我就是觉得好吃啊，你可能你觉得不好吃，你可以在底下留言啊，无所谓，大家就是交换意见。下一个，这是咸蛋口味的薯条，这是我之前有介绍过咸蛋鱼饼的牌子 OYU。这我觉得它这个饼干有个很棒的点，是它有贴心的夹链袋，哒哒，到1/4，然后很咸蛋。它咬起来口感像薯条饼干，但比较扎实一点的薯条饼干。然后，但是它的那个咸蛋黄的味道很浓，它那个咸蛋黄味跟 Irving's 的有一点点像。就会给它3.5。那不好啦，噔噔，这个第一个，我们现在吃这个吧。可是它刚才微波的时候啊。它整个就是在那边哔哔啵啵哔哔啵，我真的觉得超级可怕。它把我们家的微波炉爆得乱七八糟。其实刚刚它便利商店有卖哪些奶妈，可是我真的不敢吃椰子，我就会做出很不公平公正的奖品，所以我就不买了。虽然现在也没有多公平公正啦。哇，这个是在跟你开玩笑的、啊。分量刚好，这以男生的分量来讲，应该会有点小。
我来讲，我觉得它蛮好吃的。这个我也可以给它怎样3.5分。它的败笔应该就是它的马铃薯，马铃薯没什么味道，好像水煮马铃薯。噔噔，刚刚的那个很像是披萨的东西。我先说好哦，我真的没有对它怎么样哦。它看起来虽然长得很像被霸凌过，可是我真的没有对它怎么样。它刚微波完的时候，它真的蛮香的。它那瞬间，我打开微波炉的那瞬间，让我家充满着那个披萨味。第一口也很想吃，先吃到皮，不准，等我一下。但它的皮真的很 Q 哎、欸，嗯，那蛮好吃的，芝士味那些都不错，但我觉得它中间的酱加太少了，所以它那个番茄那个酱料的那个味道没有很浓，但刚刚好啦，但是不会抢了其他人的味道，刚刚好，搭配蛮好的其实。不过它的皮太 Q 了，我天哪，它的皮真的超好吃的，它皮好 Q， 它有嚼劲哦。那另外一个还有口味是夏威夷的，可是我不敢吃凤梨，我觉得夏威夷，我觉得凤梨熟的凤梨太可怕了。水果就是应该是生的啊，为什么把它煮熟？但是新鲜的凤梨我很喜欢吃。这个的话我会给它4分哎、欸，因为这个的话我觉得它真的还不错，还蛮好吃的、欸，我快把它吃完了。Sorry 大家，我刚刚以为我开了摄影机，结果我没有开到摄影机。I'm so sorry， 我吃到一半才发现，就是现在是要开那个万众瞩目的提拉米苏，然后从现在来的好久、哦，真的尴尬，很烦哎、欸。然后呢，里面长这样，它上面真的很慕斯。在还没有开始吃之前的时候，我就这样讲，它真的很慕斯。然后底下的话，它是有这种的。刚吃一口的，它真的很入口即化。嗯，它真的很入口即化、欸。重点是它不会太甜。然后呢，它上面的那一层那个慕斯的地方，它还保留着一点点那种提拉米苏该有的那种咖啡的酸味，我觉得很棒。因为我是不能喝咖啡的人，所以说我都只能从这种咖啡副食品弥补一点点不能喝咖啡的空缺。这个我觉得可以给它4分，这还不错。好啦，那今天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非常不算的开箱，因为这只是买一些我自己觉得好像看起来很好吃的一些新加坡便利商店会有的东西。因为台湾人真的还蛮爱逛便利商店的，我觉得 Cheers 蛮好逛的啦。然后如果说你喜欢我这个系列的话呢，我不会常常做，因为这边的便利商店更新的速度没有像台湾这么快。但是呢，如果你喜欢的话，要记得在底下留言给我哦，跟我说出你的感觉跟感想，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哪几个你也是吃过的，或是你因为看了我的影片你去买的，那你记得要拍照片传到 Instagram， 然后要 hashtag 我哦，我很想看。如果呢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订阅、按赞跟分享哦。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拜拜。不可以有这种，只有这样的说法。对啊，要有时尚玩家的说法。你试试看，我觉得那披萨蛮猛的。印度啊？不是，什么意思啊？哪里猛？我觉得蛮不错啦、啊，好吃吗？你觉得？你不要这样敷衍我。我不是不喜欢它上面有这个花生颗粒。它真的假的？因为我本身就不爱吃花生，哦，还好。但我觉得它下面那个蛮好吃的。啊，真的、哦，我觉得它下面那个不好吃，然后我喜欢它的花生颗粒，真的，它上面是慕斯啊，这是慕斯，哈哈哈哈哈，好刷嘴哦，这很刷嘴哦，好像是美人香，所以你喜欢多利多汁，对，你讲错了，我是觉得它跟什么很像，多利多汁。